Hello，Hello，hello, 大家好。我真的希望我疫情的时候能够拍过 video， 就是在这里外面。现在呢，我是在新特拉的火车站，我经常来这个地方。现在我要去酒店办一点事情，但是呢，你看这里现在恢复的生机盎然，那么多游客在那个 tourism tourist。这里呢，就是新特拉的火车站了。其实，你看我是从城里面坐火车过来的，因为呢，本人还是没有驾照，最近一直在开车，然后作为一个法外狂徒。不过呢，现在好像真的经济恢复不错了，很多很多的游客。新特拉这边呢是挺好玩的，然后尤其是这两天天气也开始有一点转凉，但是照着太阳暖暖的，很舒服。如果大家在葡萄牙的话，有空来新特拉走走。这条街上面，你看现在真的是旅游复苏了。哇，后面的那个叫什么旅游小巴车也开起来，我实在是很可惜，之前没有拍视频在新特拉万人空巷的时候，我还在这里在走过，去年的时候。你看 ，Yay street sight， it's here， it's back。然后有新特拉，你可以租这种小摩托，这种电的车很好玩的。然后它很小，给大家看看，这里很多的游客在这边。然后你看这里，嘿嘿，两个座哦，这么小的电车。然后这里都是租车的，一片生机盎然的样子，后面全是各种各样的旅游，各种各样的大巴。所以呢，建立完毕，一切是旅游开始完全的复苏在葡萄牙。OK， 拜拜 ，everybody。